噔噔噔噔，看，我给彤彤买了个什么？还原顺序挑战思维。彤彤，要不要挑战一下？好呀！刚刚买回来，一会儿我把这个顺序打乱，看彤彤是否能挑战成功。把这个备用的拿出来，然后全部打乱。就这样吧，彤彤，准备好了吗，彤彤？准备好啦！开始吧。等一下。干嘛？你还干嘛？干嘛？这样，你看着啊，这样，这是啊，你要观察一下，哎，那五哦对，哎很好，哎七对，非常棒，你要转，把它转，你看着啊，转是不？转，我自己呢嘛。越转越远。先把十转下来。干嘛？来，我看。你看一个男的，咋过不去呢？过不去呢？哎。你的规则已经打破了两次了，快弄好了，你看，快弄好了也不对，你的规则都没有遵守，一盘死局。彤彤，我们两个都弄不上去了，小朋友们快来帮忙呀！你投降吗，彤彤？啊，没事儿，刚拿回来，我们还没有研究透呢，投降了啊！宣布了啊！